大家好，我是世界中餐业联合会副会长，加拿大餐饮总会会长，第九届中国烹饪世界大赛主席。大家好，我是美国中餐联盟主席黄明。大家好，我是西班牙中国会创始会长陈红。我是泰国北京理事会主席蔡文光。我是中国黑珍珠餐厅指南理事李振国。我是美中餐饮业联合会主席胡晓军。舌尖百味新世界，五洲餐饮共融合，舌尖百味新世界，五洲餐饮共融合。祝愿第九届中国烹饪世界大赛在加拿大温哥华，在加拿大温哥华顺利举办，圆满成功，圆满成功，美丽温哥华顺利举行。我在温哥华欢迎大家，我们不见不散。